车都没给你开，这都还能折呢。能。你这么折？袋呢？袋呢？没了。刘冠宁。就这块石头打水漂能打，能打一跌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露营你必须在这住两天那种的。我不知道你撇哪了，前面有个地方吗？我坐上了，我能帮你干点事。上车坐了，你去上车吧。你俩都上车。我已经放出来。哥，你说就这么一个，他能自己玩半天，谁能相信？哎呀，这么大岁数。我是有点担心，就是没听见。但凡听见，他都不能饶过我。我们下面竟然有台粪叉子，有一个什么粪叉子？粪叉子？什么是粪叉子？玛莎地。这块好吃的多，没有事就跑那个冰台路。对呀，他为啥？他刚才是叉上来瞅咱吗？不是，他旁边刚才还有两白菜。这个是不是得放桶？不知道去哪吃。那他家里有草原吗？但是那个我是想着先放桶那边。因为一会儿要倒垃圾嘴呢，要不然你弄的哪都是。来，你先跟我说话。